来看宜兰消息，涉嫌暴力偷袭的无当一个宜兰县议员候选人罗秀杰，今日透早和宜兰地方法院法官蔡准受案。罗秀杰前科累累，被列为这个治兵对象，犯这个恐吓处财、掠人恐吓、伤害、违反组织犯罪条例。听讲，伊阁是天道明太阳会偷人，将这个好惹人押走关于高人来，出代志了，拢杀好细汉的。警方伫大所在有抄到该做枪支甲枪支，阁有抄到几百包这个毒夹皮包。竞选总部秘书是细型的军火库。拄不着警队，全副武装，有前锋弹夹，佮有护具，用机具甲铁门撬开，攻入去嫌犯厝内。出来亲像小型军火库，目睭所看到的所在，都有四支手枪、一条皮枪支，放伫桌顶。面对火力真强的嫌犯，警方唔敢大意。几啊包拢是假的毒咖啡包，厝内总共抄到307包毒咖啡，另外阁有大麻、香啊、FN2、K 他命等等的毒品，另外阁有两支非正式改造手枪、各种长枪、短枪、棍啊、刀械等等的武器，阁有一个敢若是用来关被害人的高笼啊。嫌犯真落魄，互抓起来，而且是着轻堆甲躯体到案。从白山的查甫人嘛是无当值宜兰县议员候选人罗秀杰。白色超跑嘛，予警方扣押，只有卢秀杰上背景。伊技术是天道明太阳会成员，前科累累，红来做治兵对象。今日七涉嫌以投资纠纷进行暴力偷袭红掠，事后讲温存企业证件，即马讲对查可能是一件妨害自由案件的主嫌。不过这拢未影响伊的参选资格。地方检察署都没有提供相关不得担任候选人的这个条件。选举就特别高啊，双标出黑道。背景，阁有几两项证据，即马阁因为涉案红脸，恐惊对选情加减，拢有一寡影响。